欢迎回来我们的腐朽之都。我们这次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这个警长的。那警长任务呢，有一个算是暴徒，他收买了很多我之前救的一些那个幸存者，然后他现在变成我的敌对。那敌对的话呢，他们就会一直去搜刮那个收刮我的。那个其他比较友善的部落没有，然后就会看到地上有这个红色标记，就是算是敌人啊。他们之前是蓝色的，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要把他们干掉，不然那个他们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没有？对，那我就先把他抓走，抱走，抱走。OK， 那还有另外一个，还好他没有枪。丧尸过去咬他了，最后一集啊，水哦，哎呦，那这暴徒呢要求警长呢就是跟他们合作，成为他们的下属，有没有？可是我不想这样啊，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有这个社区啊，对不对？干嘛一定要加入别人？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其他比较好的幸存者呢，要去突袭他们的部队。OK， 那我们先搜刮一下这个人的尸体。看来只有枪跟武器可以用。那这个算是警长任务最后一个任务啊，所以有可能需要准备好再去解这个任务会比较好。来来，我是不是要忘记这个人要捡的？丧尸都躲开了。先倒车一下，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营地好了。前面好像还有个尸，有一具尸。前面好像还有这个暴徒的尸体在哪里？我看一下。哎。好像这个，我觉得这游戏做得很细，就是那个幸存者如果被干掉的话，他会变成丧尸。就如果你有把他爆头的话，啊，没有东西啊，算了。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回去好了。那这个，哎，等一下，丧尸过来，丧尸过来。还不少，不少哦。对，这个是唯一比较好的幸存者，应该是我帮他们很多忙，然后他们还愿意可以协助我去攻打这个暴徒区的。OK， 那我先跟他们的首领讲话，他的首领叫做 Jess。外面这个吗？不是，不是。See you later, man. 哦，开枪了，丧尸过来了。不是 ，later. 今天 Jess 讲话。Jess, come on. 他们很忙啊，丧尸一直过来。我刚把播音弄破了。OK， 我们拿到他的许可啊，他会支援我一些东西。那我们先回去营地。OK， 最后一个任务会出现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之前呢，必须要把比较贵重的放在你的角色上面。OK， 因为通关之后呢，这个所有记录跟东西都会不见。那我一开始没有做，忘记了，后来才发现这样。那我们就直接按 Yes 吧。直接进入尾关了。OK， 那个对方呢是躲在这个大楼里面，有没有？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先把它扎营下来。我看一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这里射不太到。看一下这里面，其实看不太到里面的人在哪里，有没有？从哪边进攻比较好呢？从那边过来呢，还是从这个水路？
先搜刮一下东西啊。哇，吸引到上司的注意，都过来了，过来了。抓他，抓他，砍！我戴安全帽的，啊，不管，我们上来，上来，直接开车过去好了。啊，有一台救护车哎。掉了你！哇，救护车好棒哦！可以用灯吗？僵尸很硬哦。把车子修一修，重新放着，直接开进去好了。从这个地方还不好进攻啊，不晓得他们人有多少人。我们看一下从侧边怎么样，不是发电厂这里吧，不是水塔。应该是水塔。爆头！我们看到哦，这里先把车子开过去好了，可以挡一下子弹。对方的老大一直在威胁我们，如果不合作的话，就要把我们杀死。警长必须要做出什么决定吧？好，我先把这个占领下来。The work's done. Our new outpost is ready anytime. 拿什么东西好呢？看起来人在里面的样子是吗？反光看不太出来啊。人在哪里啊？我怎么撞到门了？我看到在这里，是一个人吗？在这里吗？中了！ I am never gonna stop being sick about what I just did. Never.丧尸过来了 ！Crap, it's a feral. 我们换位置了。啊，有一只怪物过来了。Play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这里还有一个人。
哦，看到看到，爆头，是哦。So is killing people a regular thing now? I'm just wondering. 看起来其实人不多哎，是不是？欸，有可能我们直接进去了好不好？从这个大门口进去了。My dear Sharon, you don't really think you can stop us, do you? Hey, dipshit! I'm the law in this town. For the murder of my friends, 看一下有没有人躲在旁边？ I sentence you to death. 看起来是安全的。Time for you to go straight to hell. 我们老大非常生气啊！ You worry too much. 那警长只有警长可以解。他会在哪里？上面吗？我们直接上去看看。估计应该没有躲人吧。It's time for you to die. 哇，好多东西可以捡。来，跟我上来，跟我上。我有丧尸，丧尸过来了，还有几只，我有。是应该出去的吧？在上面啊！偷射我！哦，爆了 ！Time for a victory dance！ 那老大被我干掉嘞 ！What did I tell you？ 为什么站起来？啊，变丧尸了！哦呦！哇，水哦！这样子任务就结束了嘛，对不对？哇，这样算通关了嘛？ All right, brace yourself. Yo, heads up. Found a couple of things when I was out. One thing we humans have going for us? Hope. And possible zombies. Warning, bad news. 全部我的幸存者都在这边，然后通关之后只能选三个人执行。第二周末的任务。Just take a moment and think about all we've done together. But we've also built something here that can endure. And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once can be done again in the next town. And that's how we do it. That's how we rebuild this world. Together.过关了，过关了。接下来进行二周目任务。哦，获得这个加成的警长的。跳过。OK， 解锁这个警长的卡片。开局的话，如果有两张的话，可以用两张出来。然后 continue，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三个角色，就通关之前把一些重要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再选这三个角色出来，我看一下要选谁。我觉得军人还不错，他会用电脑。George， 啊，这个是军人，那个是 George， 电脑专家。然后这个是，等下换谁啊？OK， 那如果要进行下一个二周目呢，就选择你心目中的对象吧。先这样了，拜拜。